有啲嘢你觉得好复杂好难嘅，其实你换个角度去想，会发现好简单。第五人格启动，治愈以及给别人治疗的速度增加 20%， 破译触发校准的几率增加 50%， 校准难度提升 30%。 当接近柜子或者密码机，一定的范围可增加 50%， 移动速度维持2秒，每60秒触发一回。讲到这么鬼复杂，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告诉各位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吧。技能旁边有个球形的按键，按了它后，你人会从红关变成蓝关，再按色变回来。但无论你用哪一个关都好，丢出来的技能都是把你跟监管者单开，将两个人距离拉开。如果监管者在单开的时候撞到物体的话，就会有个虚晕的效果。可以不用的啦，打下个扑街。还有一种效果就是放了技能后立马按下球切换，假如说我是红的放技能，立马按一下换成蓝的，就会把双方拉在一起，把双方吸在一块，好像视频这样子。我们先用蓝关的时候放了技能立马换红的，然后将我跟监管者吸在一起，利用地形造成监管者一个虚晕的效果。只要我们利用地形利用好这个技能，任何监管者都不是我们对手了。利用我怎么打死你，扑街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。但你要注意一下地形啊，该单开对方就单开对方，不该吸在一块就别吸在一块，不然就好像出现这一幕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结束。觉得本视频很有趣的话，关注一下，收藏一下，记得来找我西瓜视频上班。